掌柜来，掌柜过来，掌柜，我们来换假的赢啊！掌柜，掌柜来。前几天有朋友问我，猫到底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？这个问题很难吗？当然是女人了。科学研究表明，猫对高音调的声音更加注意，女人的音调正好在猫咪的声音舒适范围区，而男人的声音相对更加低沉。自然界中拥有低沉声音的都是老虎、狮子这种容易使人感到害怕的，所以猫不害怕男人就已经阿弥陀佛了。你看我用正常声音叫我家张国伟，完全没有反应，用夹子音就立刻很感兴趣。没错，猫咪更爱夹子音，而且猫咪也会用夹子音来控制人类。你看猫在对你有需求的时候，都是温柔的喵喵叫。这其实就是他们的夹子音，而当他们不爽或者准备攻击的时候，就会发出很低沉的叫声。而且根据 Discovery News 关于猫和人类行为研究的报道，猫喜欢女性的头号原因是因为女性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猫。当猫从一个人那里得到的爱和关注越多，它就越有可能给予对方同样多的爱。那有人就要问了，为什么我看到有很多猫咪都特别喜欢男人，甚至恨不得粘在男人身上？这无非就是两个原因，一是男人的体温相对更高，猫咪又很怕冷，所以当温度低的时候，男人在猫的眼里就是一个恒温人肉猫窝，睡哪不是睡，只要不是傻猫，肯定都会选这个温暖又舒适的地方。第二就是猫咪都是吃货，猫粮不一定好好吃，但肯定对零食很疯狂，一般女生会更细心更理智，虽然疼爱猫咪，但为了猫咪的健康不会投喂太多零食。而男人就不一样了，只要猫咪对自己撒娇卖萌，男人就会毫无底线的投喂各种零食，对猫是各种溺爱，猫咪和男人就这样双方各取所需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猫黏着男人的事件发生。毕竟只有渣猫和渣男才会惺惺相惜，所以把你身边整日有猫相伴的男人艾特出来有问题吗？我是 PD 新爹，有问题评论区艾特我 respect。